昨日凌晨一点几左右，在香港摩地道71号富豪九龙酒店对开，一名持有临时身份证、来自非洲乌干达的年轻女子任爸爸时，和一名持香港身份证、讲普通话的刘姓女子，而因目光问题发生争执，双方虽然言语不通，但仍爆发口角，随后更大打出手。警方接报到场制止两女打斗，他们均报称头及手部受伤，分别送院。其中乌干达女子打交期间伤鞋脱甩，需要赤脚入院。警方调查后，两女涉嫌在公众地方打交被捕。